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进程中，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广大官兵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苦练军事技能，涌现出一大批精武标兵。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特战队员杨顺刚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过硬的军事本领不仅使他在维稳处突一线屡建战功，也使他收获了美好的爱情。那么杨顺刚是怎样在部队磨练成钢，又是怎样收获美好爱情的呢？2011年5月9日下午，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特战队员杨顺刚组织特战队员进行高空悬绳破窗突入专业训练时，中队通讯员送来的一封挂号信让他为之疑惑。当时我正在组织训练，通讯员过来给我送了一封信，我一看是封挂号信，广西寄来的，我就有点疑惑，因为我在广西没得战友，也没得那亲戚朋友，这是哪个寄来的信呢？正当我疑惑的时候，中队的紧急集合号响了，我顾不上看里面的内容，又把信塞给了通讯员，我说等我回来再说，提着武器就往中队跑，准备特战装备。到营区以后，支队长已经到了中队了，下达了命令，说任海马坝镇发生的一起即时人质案件，让我们特战队员迅速出动搜救。杨顺刚，遵义支队特战排代理排长，是机动中队反恐处突的骨干力量。在开进行途中，队长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案情，说任海马坝镇一个吸毒的男子怀疑自己老婆有奸情，持刀将自己老婆劫持为人质，要挟他如果不说出奸夫的下落就把他杀掉。当时公安机关已经和歹徒僵持了3个多小时，我们只等这战法就是武力威慑通讯权限的战法，派出了2名特战队员化妆同政府人员一起和他谈判。杨顺刚作为狙击手在对面冷静，司机进行搜查。当时我就在一个俯视射击的最佳位置，但是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目标，我只有等我们的便衣进去把他引诱出来，只要他一进入我的视野，我就能把他打掉。武力威慑的强大态势已经形成了，应该说给这名男子在心理上造成了强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他的小女儿放学回来了，我们抓住这有利时机再一次进行牵强。当时他女儿背个书包站在门外边就喊爸爸你做饭没得，哪个都没想到这句话既然让他把刀给放下了，从屋里面就走出来，一把就把女儿抱在怀里。在强大的武力威慑和亲情召唤之下，杨顺刚和战友们没费一枪一弹，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是杨顺刚当兵7年参加的第12次出突战斗。回到连队，虽然已是深夜，但杨顺刚还是叫醒了通讯员，拿到了那封让他一直感到疑惑不解的信件。我打开这封信，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才发现是封情书。当时我心里面就很忐忑，情书我写过，以前刚当兵的时候给女同学写过2封，写完之后都石沉大海了。没想到收到这么一封陌生人的情书，他是广西桂林的一个女孩，里面还夹着一张照片，我一看还挺漂亮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特战队员的仰慕，特别是对我3个月以前一次成功出头钦佩不已。那次出头刚在中央电视台上播过。出去出去，有一天我在家陪我爸看电视，
然后在电视上看到有个武警的特战队员，为了解救人质，从20多层的高楼上拴着一根绳索，然后纵身一跃，飞身进入了窗户，用7秒结束了一场战斗。那个楼层特别高，也特别险，在我眼里，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就做不到。而且他那个动作也看着特别的帅，我特别的敬佩他。我爸曾经是当过越战的老兵，在家庭教育上的话对我特别的严厉，我从小就崇拜当兵的，是对军人有一种铁血情怀吧，所以我特别就想认识他。后来我在网上看他的纪录片看了好几遍了。纵身一跃，他将身子置之度外，凌空一脚，他用绝技救人于险。7秒钟的战斗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特战历程？7秒生死弧线，中国武警正在播出。2011年2月21日，犯罪嫌疑人赵海因情妇提出与其分手，将情妇的儿子劫持绑架在遵义市天利大酒店24层，扬言若不及时与其见面，将杀掉他的儿子。赵犯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面，就坐在个窗台的边上，疯狂的叫嚣。通过我们侦查发现，这个房间内还有个窗户。这个窗户虽然安装了不锈钢的护栏，很隐私，但是这个窗户上有个窗口，开是开锁的，专门用来维修空调。当时我就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开锁的窗口突入。当时我们定下的方案就是，一名特战队员从楼上悬绳滑下，破窗而入，一组突击队员从正门强行突入，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那么谁从楼上滑下破窗而入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顺刚。因为杨顺刚他平时是我们所有特战队里边素质啊最全面的一个，特别是寻绳下滑破窗突入是他的强项。平时训练这个科目的时候，他成绩最好，经历多，经验特别丰富，胆量也特别大，所以完成这个任务非他莫属。杨顺刚2005年入伍，一向羡慕特战队员的他，新兵时因5公里、射击等训练成绩异常突出，下连时被选入机动中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特战队员。真正想当一名特战队员，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很多训练科目是异常的残酷。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老班长，他是总队的3大冠军，他让我们做俯卧撑，根本不需要你做多少个，他就让你一直撑在地上整整3个小时，根本不会让你起来。那种训练简直就是超乎寻常。魔鬼般的训练经历让从不言败的新兵杨顺刚很快在特战科目的其他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1年后，他成了支队障碍和攀登训练的尖子。2年后，他又刷新了总队攀登训练的记录。在队友们看来，他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战队员。然而，一次特殊的经历让杨顺刚对特战队员又有了新的理解。还记得第2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抓毒贩任务。现在2名罪犯躲在3楼，又是有谁？毕竟和平常训练完全不一样，心里啊各方面都有点紧张。后面，我是负责悬绳下滑破窗突入，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楼房跟外面这个楼房是完全不一样，这才感觉到在实战当中跟平常训练是有一定差距。准备，撤退。
当时一紧张就滑下去了，没进得去，撞在墙上，人就陷在半空。杨顺刚的失误没有实现前后夹击的作战要求，毒贩虽然是被抓到了，但中队长却受了轻伤，这成了杨顺刚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让杨顺刚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和定位。大队长跟我说，什么是特战队员？特战队员就必须突出一个特字。你看这个特字是怎么形容？左边它是个牛字，这就要求我们特战队员首先必须要牛。怎么样才能牛呢？你看它右边上面是个兔子，我的理解是土里吧唧，你就必须在土里摸爬滚打，这样才能锻造超人的意志品质和独特的军事技能，而且你要有特长。土下边是个村子，也就是说在实战当中你必须分寸不差，准确无误，这样才能够在实战中完胜。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想办法，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为了这个特字，杨顺刚开始在自己过硬的军事技能中锻造更精更尖的专业技能。俗话说得好，千招会不如一招精。我觉得我各方面素质虽然很好，但是在实战当中没有属于自己的特长。你看我同乡的两个战友都在特战派，我们军事素质都差不多，但是他们在实战当中就有属于自己的特长。你像子宁冲，他就是我们支队的狙击手，狙击射击无人能敌。你像梁鑫，他就是我们的排爆专家，排爆非他莫属。而我在实战当中却没有像他们一样专业化的特长。上次那个失误就让我受到一个启示，我一定要把先训下化，破窗突入，锻造成我的杀手锏。郭大官，你看今天身体控制多好，上次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就是因为身体没有控制好。因为你从楼顶到破窗之间没有形成一道弧形。继续训练。我们队长在纠正我的动作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很内疚，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道弧线画好。俗话说，低头要有勇气，抬头要有底气。为了这道完美的弧线，杨顺刚开始在训练中摸索，总结失败的原因。在无数次的下滑中，我发现这个绳子才是制约我这一跳的关键。能不能定点定位进入到下面的窗户，绳子的长度必须适度。我终于找到这个症结的根本，我不断改变绳索的长度，反复测试，忽然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必然的规律。这个垂直距离九米，我们必须留有九米的绳长啊。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窗户，进入窗户你不可能就停在。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杨顺刚豁然开朗。为了更贴近实战，他几乎爬遍了中队驻地所有的高层建筑，回到中队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反复琢磨，反复训练，终于总结归纳出悬绳下滑破窗突入十二米距离内的运算法则。杨顺刚真正成为了悬绳下滑破窗突入的行家里手。我对驻地好多高层建筑物勘察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固定绳索的位置。平时我们训练都有固定绳索的位置，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时我就想喊几个战友把绳子拉住，但是想想危险系数太大。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刚好看到一个工人拿着一个钢管从门里面走，这根钢管的两头刚好卡在了门外。这一幕启发了我，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楼层都有门，我就想利用这根钢管卡在门外面，
用作固定绳索的位置，结果果然成功了。在我2月21号那天处置那个案子当中，刚好用到这个办法。下午10:54，现场指挥部作出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行攻击。当时我站在25楼，往下一看，说实话，还是有点心慌，因为遵义县所有的高层建筑我都爬过了，这么高的楼层，从来就没有训练过，而且墙面都是墙砖，非常的滑。往下一看，你就心慌了。我是报警啊！组织关闭，安全在关闭。我是军，我作为特战队员，执行任务不可能没有风险，承担风险是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必备的素质。杨顺刚具备了这种素质。是，如果失败了，不仅人质的安全，我们部队的形象。就连他自己，他肯定会受影响。杀！当时我没有考虑这么多，唯一的念头就是解救人质。二。这时候啊，不仅要靠过硬的、特殊的专业技能、良好的心理素质，更要靠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一，出击！25层高楼悬绳滑下，从准备突入到一脚将贴冲的犯罪嫌疑人踹翻在地，杨顺刚用7秒钟的时间在高空画出了军旅生涯中又一道完美的弧线。7秒，对于杨顺刚来说，仅仅是实战中的一瞬间，但是为了这一瞬间，他却整整磨练了7年。如果说杨顺刚用7秒的时间在实战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的话，同样他用7年的时间给自己的特战生涯也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7秒，杨顺刚用完胜兑现了一名特战队员对人质生命的承诺，也用特战队员决胜制胜的特战理念诠释了沉甸甸的责任使命。而他用7秒画出了那道完美的弧线，也为这名特战队员收获了一段传奇般的爱情。2013年6月23日，广西女孩毛桂霞应邀在北戴河参加了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巡回事迹报告。能够站在这里，作为杨顺刚的女朋友，我感到很骄傲。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我能深刻理解，作为一名军人，属于祖国人民子弟兵的一员，充满朝气和积极向上的军容军姿。我要有更多的是耐心、信任、支持、付出、理解和包容。作为一名军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责任以及使命，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筹救民族的脊梁，这种无微不至的奉献精神让我倍感心切。在此向所有武警的领导以及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中国最大的北戴河婚纱摄影基地，毛桂霞幸福地和她心中的偶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浪漫爱情最美丽的瞬间。从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武警部队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杨顺刚经历了一段破茧成蝶的艰难历程。我们相信
在杨顺刚的特战历程和美好爱情的启迪下，我们每一个战士都可以像杨顺刚一样百炼成钢，成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国武警的精武之星。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他17岁从军，扎根雪域高原38里，从来都不知道雷的是什么感觉。他明明知道高原会随时夺取他的生命，而他却停不下脚步。我在西藏待了一辈子，可能这次再上不去了。他没有给自己的妻儿留下一句话，弥留之际他还在念着他毕生奋斗的事业。高原赤子，中国武警，下期播出。